好的，来，我们开始做一下那个惯用语，它的练习。李丽老师练习李六讲，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选词填空，词里有语，比如过来提呀妈的。好，不过词里的，这裤子是拍几枚？不是马上都裤啊吧的嘞？一口气，一口气，好，一口气是什么意思？在带，对，没那没也没拿，那么有，对，那么有呗呢，在带没也没拿，所以一口气。好的，下一个是一个劲一个劲儿。儿啊，一个劲儿，一个劲儿，好，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劲儿。上面别漏个。啊，这咋就个不会漏的，这是劲儿是吧？啊，西的面，空阿西的面，底下被漏的，漏标的，一个劲儿。好，下一个是，了？说说了了算，说算。了算。好的，说了算是什么意思？都标一遍。BB。哎，都标一比比，都标一标的，咱没漏标啊，说了算，说了算。好的，下一个是。说话不不算数，算啊，数。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就是说，啊，把人搿点没丢过，那表演表演，咱们老不准，说话不算数。好的，下一个是，好说，大大，说大再说，说，好那好还说说。好说是什么意思？张着裤比较性感。不是啊，棒那样比张着我裤，比嘛，这一标比嘛，所以好说歹说。嗯哼，好，好说歹说，比下一个是。他也不是，赔不不是，是，对的，赔不是是什么意思？就道歉。道歉，对的，道当。歉的意思，对对对，赔不是，道歉，当满了哇嘞。好的，下一个是，也不尺不长，长啊，尺不长，尺不长就是长长的意思，啊，明白没？尺不长。好的，下一个是，到到头头来，到头。到头来，对的，到头来，所以老师说啊，松嘛，那个嘞，闹松嘛咯，到头来。重来，嗯，好的，下一个是，在气头在气头上，哎，在气头上，在气头上是多大压力嘛？在气好头的要命，下，对，多大？就这个要不要的，在气头上。好的，下一个是，不在话下。不在话上。啊，不在话下。好，是什么意思？不在话下。啥个也听不到，哪里丢了？来鼓楼了。这个我听不标对，眼我累了，累啥了。个也听不到？是的，是的，不这在个话难吃，我也听不到。下。是的，就是非常容易的意思。好的，下一个。马大哈，马大哈。哈哈，马大哈，好，马大哈是什么意思？哈哈的，对，波波萨萨漏到标的，波利波萨都标的，马大哈。OK，下一个是闹闹别扭，别扭，闹别扭，闹别扭，好，什么意思？别扭是。嗯，闹别扭是眼皮家里，掂着掂么对物皮的声音，疙瘩疙啥皮的声音，闹别扭。好的，来第一拍几包？开学的时候，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晚上去晚上看去看球赛，后来我们几个什么，什他么才他同才意。同意？嗯，开始的时候，李老师不让我们
晚上去看球赛，十三斤的话，我那李老师啊，来就那肉娘嘛，博龙多，博龙没多几啊，我那对吧？不然做，困不住。后来我们几个老板叫让我入东里要不老干的，一路龙马打的，他才同意多啊的，他不住多了吧的。好，我入不溜溜来着嘞。好说歹说，好说歹说。啊，好说歹说不，阿爸不要被骂多啊，他不住多了啊的。好的，下一个第二。这是挺重要的两个有细心又认真的人去做，你可别找给校长那个什么。嗯哼，这是挺重要的，你给啥个来找找业绩点哦嘞。得让个又细心又认真的人去做，得让个阿鲁鲁多鲁看呀妈的，阿得谁比如得查理鲁的鲁多鲁看呀妈的，你可别交给小刚小张那个，你看小张鲁没有阿鲁鲁多比哦，这单位没变呢，哦，小张阿不鲁鲁嘞，马大哈，马大哈，马大哈，对的对的，好，下一个，阿马五万。最近怎么没看见你跟小丽一块玩？你们俩是不是什么了？嗯，闹别扭。对，闹别扭。妈妈问妈妈，最近怎么没看见你跟小丽一块玩？顾德老人不露皮皮啊，你那小丽嘟嘟个啥你啊了？我们你啊啦嘞？那个啥俺们对了不？你们俩是不是闹别扭了？那你要干闹别扭，免骗你家的啦，还得免骗他家的啦不？那好的，第四，昨天我们去游泳了。昨天我们去游泳了，由于游池里人不多，我们什么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来。嗯，昨天我们去游泳了，你干的个路几多古啊的？我们去游泳了，游泳池里人不多，游泳池人嘛，一股干的嘛的，路么面吧不的。我们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来，我们怎么游了一个多小时？这不长啊，长长吗？我们什么变？对呀、啊，一口气。嗯哼，对，一口气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来啊！真来就那个，哎呀，把呀，古兵马呗变得了嘞嘞。好，第五，自己过生日，儿子长裤都没回来，妈妈很生气。年晚饭也没吃，丈夫回家后，年轻让妈妈什么什么妈妈，我真的是有事没敢回来，你别生气了，生气了。嗯哼。自己过生日，儿子丈夫都没回来。自己过生日，哎，过完了，没你漏着不呢？啊，儿子丈夫都没回来，儿子丈夫完了变么了吧？呜嘞，妈妈很生气，妈妈个眼骨塞住了不呢？连晚饭也不吃，堵完了晚饭呢，我们啥吧？呜嘞。啊，丈夫回来后，丈夫变了来看嘛，连声连声向妈妈在代表不呢？哎，妈妈屋嘞，六六八嘞嘞，妈，我真的是有事没敢回来，啊，这个别嘞，给啥西路嘞，变么啦奶奶娃嘞，您别生气了，您什么说吧你嘞，好的。连声向妈妈，妈妈我把表了嘞。赔不是，赔不是啊，赔不是。连声向妈妈，对呀、啊，当门哪里赔不是？对了，好，下一个第六。哎，第六读一下嘞。没看。
别忘了，别忘了，他以前是游泳运动员，这条河也长二十里，宽，宽啊，宽宽，对，宽，这对他来说，张本，嗯哼。别忘了，我没聊呢嘞。他以前是游泳运动员，对吧？运动员嘞，一股阿克萨的马里嘞。这条河就二十几米宽，地面高嘞，米达那十九呗，那十多米达，那十厘米达了会接啊嘞。这对他来说，根本他肚里那边没声音嘞，龙娃龙娃，说话不算数，不在话下。啊，不在话下，不在话下，啊，不在话下。对的，肚里那比外面声音，自个儿让太表现露骨了，不是？说话不算数声音，格里么的呀？我表达嘞。哦。嗯，好的，下一个第七。区区老，老长，老长广，广大双修。嗯，老陈长，老陈长大声说：“你们都出去，这的是我们，这是我他们有事就来找我，他们有事就来找我，嗯、我说了算。”嗯。老船长大声说：“老船长，咱这一边的不能，你们都出去，你们俩都拖大家的，这儿的是我，底下给啥我哪个？”让他们有事就来找我，对吗？给啥钱我拉下来的，拉下开来不呢？你给啥个的？要紧呐？第二给啥的个？我把别嘞，说了算。啊，我说了算，我说了算，阿比嘛比的。好的，下一个。他们俩搬出来后，妈妈不太放心，所以先把抱来看看，有好吃的也带过来。啊，对，他们俩搬。啊，他们俩搬出来后，都是那样不孬的，一年的。病不要出来了，都得等快出病的呀。妈妈不放心，妈妈心里差不多，所以时不常过来看看。大家们都看到看到了垃圾的，有好吃的也带过来，啥搞哪里的都要带来的。好，第九。他知道父亲是为他好，那些难听的话都是他什么说的，他不会为此恨父亲的。嗯，他知道父亲是为他好，哎，读地吧嘞，不能父亲啊，读着高木为离的，那些难听的话都是他说的，哎，哪场路不高呢？这个里个的。啊，对啊，哎，而且嘛，表达不呢，他不会为此恨父亲的，对啊，哎，对啊，讲父亲我猛马木把不误嘞。好，那些话都是他什么时候说的呀？生气头上说的，生气头上说的。啊，不是，那些话是生气的。嗯，对啊，生气头上，但是对也靠我的大戏里啊，把荣在这儿呀，再到头来，再气头上，再气头上，对，你以为了哪里多嘞？沙龙里面，在气头上说的，对的，嗯哼，好的，下一个。嗯，第十。哦，他说要带我们去玩。嗯，你别信他的，他经常什么？说话不顺俗，嗯，对的。他说要带我去广州玩儿，嘿，都俺我这广州可多美来美来的啊，都俺广州可多来美来的。你别信他的，你都表达用不你那的啊，他经常都啊没了没的，说话不算数，表演表演咱们露背吧不的。好的，我最了解他了，讲的点呢，我最了解他了，我都哪里难做过呢？好的，第十一。
他卖过衣服，他卖过，他卖过水果，干了卖过水果，干了好几年，赔什么钱？到现在什么钱？到现在父母家还住在父母家。嗯哼。他卖过衣服，读完了，你来养母的，也卖过水果，地来养母的，干了好几年。东林你老二里漏掉，我那哎你来养，地里来养母，东林你老养母的干嘛？可咋会没的？没挣下什么钱，爸爸什么树上都没养过的，到现在还住在父母家，地里地钱地不，那没把一毛干你都麻的，可没挣下什么钱，可不别嘞。到头来，到头来，到头来。哎，咱们拿松胶来，帮忙们送米包瓜嘞，估计你米包也蛮牛的不？好的是。两个人会送礼，但是吵到了一架，小丽在什么的，眼睛都红了。两个人努力要干嘛？老师这课本讲的完了。两个人为送礼的事吵得了一架啊！努力要干嘛？那你送礼不？那上班没出来，给啥呢？不得不让你批假的。气得小丽在屋里谁哆隆隆的，小丽呀、啊，看见嘛的哭，阿拉没有哇嘞的。眼睛都哭红了，面容里头乌皮了，也都够迷的。一个劲儿的哭，对的，一个劲儿的哭，我问我你都哪位的？好的，用指定词语完成下面对话。那么它的词语呢？奥巴这个龙里的，奥巴我怎么说对话？变了这个标里有不一样龙没的。好，第一读一下吧。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回电话？这是不是生我的气了？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回电话？你用风色的，你让我把路风么变哪来的？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啊，让我们谁说你啊啦的？你那么多把变表嘞？想到哪去了？你想到哪去了？这几天都忙。你想到哪儿去了？这几天我很忙，是吧？或者是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没看见你的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你打给我。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你打给我。好的，第二段没？大老远的跑到这，原因为男友有点收获，可这什么也没有，太气人了，气人了，气什么呀？什么呀？你看天气这么好，怎么？嗯。大老远的跑到这儿，哎，我唯一干你第一个逼了，我呢跑到这儿，原以为能有点收获，那个我听你给了，哎，那个收获的是没不，哎，这姑姑也没有听你给了，可这儿什么也没有，他们没的爸妈那么虚无的，太气人了，哎呀，谁都不敢那位的。气什么呀？把谁都要气来的。你看天气这么好，你去把我压的屋啊，这老张拉你啊嘞，咱们儿的只当我这路边当面来讲没的，好不路当面来讲嘞。把路可以表可以出来的路边当面来没声音。只当去旅游。只当来旅游的。我们只当咱们只当来旅游了。我说旅游来了呗，就当来家了不的。好的，下一个。每次你说我不学习，天天去看电影。
天天去看电影，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这个是好了。好了，你别急。嗯。知道，你别急。嗯。妹妹该不要嘞？你说我不学习，天天去看电影，你让我啥来没玷污吧？那你来没有心机呢？你有什么证据？你妈怕得得细路嘞？拿出来让我看看。哎，得得别，我记没不？哥哥表了，好了，你别急啊，好吧比，好吧比，阿么哩，多大么几把呢？不，那只当六百单么来吧，那啥嘞六百单么来吧？所以，只当我，只当我开我玩笑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对，只当我开玩笑，是的，可以说只当我逗你啊，啊，只当我逗你，可以。好，下一个。爸爸说的是，上回我批评完小刚以后，他现在是不是不玩游戏机了？他现在不是不玩游戏机了？妈妈，哪呀？哪呀？什么盖？哎呀，是哪呀？嗯。上回我批评完小刚之后，你的考个不能，就那娃的小刚我批评比多的卡嘛，不能别点比多的卡嘛的。他现在是不是不玩游戏机了？都酷的游戏机嘛，干啥了？我们拉的，哪呀？不要拉的，都娃的干啥东西？我干啥你这宝贝？所以。该游戏还是游戏？哎，该玩还是玩？玩啊，该玩还是玩？该玩还是玩？对的，好，下一个。你们给大两口子提意见以后，他们还常常到半夜吗？嗯。你们给那两口子提意见以后，你弄完了，哎，两口子是哎，里面要不要不弄？啊，把人里面要，你不要不要看嘛嘞？他们还常常唱到半夜吗？啊，都弄完了，你那在搞你的亲属你家人没了？哎，你里面的亲属往哪摆？你嘛不弄？这亲属的亲属，你那在搞你的亲属，这个叫提意见嘛？过敏的都不要不弄？哎，没说完呢了，都不要搬家搬家，不要不要看嘛嘞？哎，这你在搞你送你的的啦嘞？该唱还是唱？也说了，他们俩该唱还是唱？对，别说了，他们该唱还是唱。OK， 可以的。下一个，你的病怎么样了？你的病怎么样了？去医院看了吗？没有，没有。你看我现在什么一点时间也没有，没有。你的病怎么样了？你有个不如别多比来的，去医院看了吗？谁有吗？多几比比啦，谁有吗？有个多比比比啦的，没有。你没比吧？无的，你看我，你看我几来的？现在都不能在了，哎，一路来点嘛，特别有偏心，不需要无的，一点时间也没有，没有了啊，一点时间也没有，而且奶奶立马给我们洗牙的。你看我现在地铁路面子啊，讲我们洗澡了表妹。忙得，忙工作的、嗯、啊，忙得，忙得不能再，不能再忙了，不能再忙了，忙得不能再忙了，一点也是。忙得不能再忙了。对对对，好，下一个。有啊，再忙也去看病。再忙也得去看病啊，可不能，可不能耽误了。再忙也得去看病啊，你这露面嘞，有个人多变嘛呗，你的可不能耽误了，大哥，那你这家子就是白皮嘛嘞。好的，第七，黎明。黎明打电话让咱们今天去他家玩，你想去吗？我很想去，可是恐怕不行。我今天，嗯哼，
李明打电话让咱们今天去他家玩。李明啊，封死了。我那李宁，俺这里都是有队友锻炼家没？你想去吗？你多久的来的？我很想去，怎么多久嘛来的？可是恐怕不行。干玉妹，老不听的哦我今天俺的你的，你把别人。平板来干嘛？地铁平板路没压着，所以。我今天累的不能再累了。嗯哼，对的，我今天累的不能再累了。好，第八。我明天要是看他，看见他，再串串他，我看你串也没有用。我明天要是看见他再劝劝他，我们那边那都有对面，所以特别有飘飘来把没的。我看你劝也没有用，我们别玩了，你飘飘来他吧呗，爸妈都没得屋的。而且哎呀，可也是后头的后把的里的，我也不都是干嘛那么长木所以。也是他没听他没他谁的话都是他说过没听他说过他的话都不听我不都是干嘛那么长蒙住嘞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都要哭不都是干嘛那么长蒙好的第九读一下第九他就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对我就不停了他连续他干嘛发那么大的火他做的不对都漏得满满目的我就批评了他两句啊都无人的空老表来的他干嘛发那么大的火都把这个漏进去多大屁多呀啦嘞的不要把别人表来批评的对也批评的对也的注意方式方法把他换成你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批评的对，也得注意方式方法。批评难慢的，所以来的你俩你丢啥呀？我没的，把它换成你，都念嘛念，所以哦，你愿意吗？你哦，阿罗牛，看来慢慢啦，不呢？后着嘞，后把嘞的，阿龙西嘛都必定来的是罗人啊，你那种马多的，俺马多吧的，所以啊，可以是我在大家的面对前，大家的面前说他一下，批评他，哎，这叫什么？那倒霉的事了，我道歉。不是倒霉那么的，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可以是在大家面前批评他，我或者是我做我真不对，我做错了。我做错了。好的，第十。听说你帮老王家。这接了个小包梅是吗？哎，别提了，我是小保姆是什么？哎，别提了，我是好心帮忙，没想到。好的，听说。你帮老王家介绍了个保姆是吗？嘿，表单家人，你看老王都认出来的小保姆吧？那保姆是我，他们很吃吧？那英国吧？英国的没啥别来的，说的好啦。
哎，别提了，不要你玩那个，我是好心帮忙。俺的谁在那里雇你来的？没想到，嗯哼，啊，别等看下来，刘表妹。老了，老师课文那样的，你老了。我没想到老了。老了不是，老了不是也可以。没想到老了不是，没想到却老了不是，却老了不是。好的，下一个第十一。你每天跟外国人打交道，英语演得不错了吗？不错了吧？我的英语水平你还不知道吗？不过，嗯哼，还别说不。你每天跟外国人打交道，你啊嘞，你来没？不能你能干家大人，能干家大人的，是三年了嘞，英语练的。不错了吧？因为啥了？这周一身边你们来的，我的英语水平你还不知道吗？我也的，因为啥已经我的，你们这边你们来的，你们这边你们来的。不过，大伟妹的，大伟妹表了没表你的啊？哎，把侬，你这都是咖喱了，表在哪里？所以。嗯哼，经常啊，不过还别说，还别说，还别说啊，你怎么？我现在，嗯哼，还别说，我现在日常用语了，我现在会说，啊哈，我现在会说日常用语了，或者是还别说。现在我会说日常用语了啊，你真都是咖喱声音啊，标准的吧，一的。好的，来继续往后吧。第十二读一下吧。我穿的衣服好多都是我妈妈给我做的，你看这件也是。嗯哼，我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妈妈给我的。我的爱你这种妹妹个的妈妈熬背的啊的，你看这件也是，你叽叽咧咧的这车来路背的。嗯。啊，假如还别说，这件也是妈妈给我做的。不是的，还别说啊，宝荣，你没抽着 any 个的，你没抽着 any 啊的，烟拉了呗，所以。还别说，你妈妈做的衣服也很好看。你妈妈做的衣服真好看。还别说，你妈妈做的衣服真好看。OK， 可以了。好，那么习惯英语流的嘛，看他也他来没？